突发8月15日是自由球员李克扬近日接受了 Complex 杂志的采访。他谈到了去年夏天选择勇士的缘由，以及今年休赛期为何想加盟火箭。李克扬还表示，他现在要保持冷静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球队。2017年7月9日，李克扬以1年520万美元加盟勇士。李克扬谈到这次签约时说，我当时就是需要赢球，我之前已经在很多一直输球的球队待过了，都是一直在重建的球队，我觉得我需要体验一下赢球的感觉，我要和像德雷蒙德、格林这样真正优秀的队友待在一起。虽然他很疯狂，与勇士的合同到期后，李克扬目前仍然是一名自由球员。此前李克扬希望在火箭有他的一席之地，不过这并没有发生。李克扬谈到他想加盟火箭的原因时说，麦克德安东尼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教练之一，我只是要去找到那个准确的位置，这点对我来说比任何其他因素都要关键，我不能仓促行事，这是我在联盟的第11个年头，不过我还不太习惯，我之前习惯了早早签约，我的经纪人一直告诉我要放松，要保持耐心。李克扬说道。2017-18赛季常规赛，李克扬上场80次，场均出战 17.4 分钟，得到 7.3 分 ,1.6 篮板 ,0.5 助攻 ,0.4 抢断。编辑：变幻之风。